公公见，这条对头。刚刚真的一度很想要落脚的感觉呢。K K， 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骑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第一次看到链条卷这个样子，这个很纠结的状态，到底是？别转，别转，要断掉。对，会断掉哎。好，你赶快救我。好，我救。今天老实讲，刚刚昏贵啊就停了车，然后特地停下来跟我拍照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今天要去骑车要骑哪里？”我还真的回答不出来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骑哪里，我就说啊，人家骑哪里我就跟着骑哪里。今天也是一个小小约骑的活动，对，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它是台北市单车运动协会呢，它平常都有赞助一些小选手们，所以今天我觉得你最害怕的应该不是跟我骑，而是跟小选手们骑车吧。我那时候有个绰号叫什么，你知道？叫做氮气加速器。氮气加速就是可以碰不断的加速，然后一下就恢复了。然后在你还没活过来之前，你又准备死一次。好啦，所以今天的活动呢，我只知道我要骑一段叫做风贵嘴。然后刚刚阿贤呢、就问我说：“风贵嘴你骑过吗？”我说我没骑过，我发现我还蛮菜的。对哦。对，超级菜的风贵嘴。风中剑台北的三条路线。对啊，谁会没骑过？我没骑过，所以身为对于风贵嘴的尊重呢，我还是上了卡鞋。不要看我今天。穿的一身可爱、对，我想你今天穿的很特别呢、真的很可爱哦、对啊，吊带款，它真的是车库它真的是车库哦、对啊，我以为说怎么你真的算穿的休闲，没啦，真的是车库，这件超 Q 的，我想说今天是一个公益活动，我就穿的可爱一点、好啦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准备去拼命了，好剑南路，剑南路呢，其实我也算是蛮熟悉的啦，毕竟我有用双脚跑过。这边前面真的很陡，很陡啊！对，现在是陡的阶段吗？对。他们的装备比我们轻呢，吼。你说体重吧？对啊，体重也算装备吧。What I know, this much is true. There ain't a color in the rainbow that shines like you. 我突然怀念树荫呢。好热。这段很热，算自善路。等一下要爬到那个翁林桥。然后要上去风柜子。阿贤骑这边骑几次啊？没有，很多次了呢，10次有了吧？那今天要破 PR 吗？没办法。可以吧？我没有在算时间呢，只要都不落地就好了。你不是跑步跑过了吗？我自己跟自己在玩间歇。对呀、好累。我想说你也冲得太远了吧。
point to you. Ah, this 怎么那么陡啊？刚刚真的一度很想要落脚的感觉呢。哎呀呀呀呀！我们现在在风柜嘴。方桂嘴呢？我们刚刚如果从公林桥开始算起呢，大概6公里，差不多。然后爬升400，今天踩起来是真的蛮有感觉的，难怪是台北人爱的路线之一耶。嗯、然后如果你是从故宫开始算起呢，爬升就是6。哎、欸，那这样比较好算，站起比较多。是啦，啊，但也比较累啊。啊对的，我们外县市来可以站那边，因为那边有个停车场。啊，对，停车场那边比较好停。整段路呢，我觉得算是蛮舒服的，因为它的树荫蛮多的。对。站在我是后面这一段比较曝晒一点。哦，对对对。那那边好像可以往擎天岗走去，所以你想要来个凉铁啊，好像也是可以的。哦那今天呢，那个大甲国中的孩子们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客气啊，高抬贵脚。对，刚刚在那边就终于等我，然后这剩下50公里，看到我一回头之后就站起来抽车就跑，嗯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叫你快一点。哦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是骑到这里，然后等一下就是下滑，然后吃饭。那待会会有一个小小的仪式。台北市单车运动协会呢，他们就是赞助一些小选手，然后培养他们能够成为国家未来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其实。自行车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运动啦，嗯，因为也比较小块，然后东西单价也蛮高的，所以蛮其实也是蛮需要帮忙，没错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也是这一次会来参加这个公益约骑呢，也是来认识一下，所以小选手们加油加油！哦，你拿到什么东西？这边有助学金啊，我现在 A 起来喽。哎哎哎，你以为塞得下去吗？要塞去哪里啊？钞票不是在那里啊？对啊。哦，不是在这里吗？这不是可以兑换券吗？可以啊，我等一下就这样子骑。没有啊，那你要奖励是不是？然后我等一下就这样。飞下去就下山了，那你会飞到大甲去哦，你就顺便去当教练哦。当信徒，我知道去那边当教他们练的教练。他只会叫人家练而已。趴在旁边睡。哎呀，给他练的哦。好，那我来进行最重要的仪式，本日精华的重点。我看一下正面，你拍白色给我干嘛？协会这次可大方的了。哦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哦。好哦。哇塞！很赞耶！大家看到小朋友们要好好练车哦。来，我们今天骑完凤桂嘴之后，我们一轮下目啊，我们代表协会捐赠给大甲国中自行车队多少钱啊？20万，有这么多吗？哇，好好哦！对，因为大甲国中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自行车队啊，然后我们培育的地方，对未来国手的摇篮，所以我们捐赠他们20万，帮助他们车衣还有相关的自行车的设备的部分哦。那这个由李教练我们代表，那就是好好练车，我们代表台湾为台湾争光。然后一轮说要把他扛走吗？啊、没有，这不行，让我舍不得，我只能跟教练说教练加油。Okay. 然后小朋友们加油，希望能够未来看到你们在舞台上发光发亮。对，没错，这比较重要。然后也是真的非常谢谢，就协会这么的慷慨跟大方，多多跟协会。协会多愿意骑一下，对对对，多骑几次，跟一轮骑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搞得像你是受赠的人？对啊，但我很不好意思呢，我那好像沾了协会的光。那我就不好意思收下了。没有啦，就是我真的觉得协会真的这样子真的蛮大方的，真的很大方哎。20万对一个自行车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很大的一笔钱，所以真的觉得一定是大甲国中很值得。没错，所以小朋友小选手加油，真的要加油。前美利达杯有遇到，我那时候还蹲着拍照那张照片，我还蛮有印象。可能2年后就比我高了。会有会有，因为姐姐不会长的。你要加油。我只会往横的长的。哎、欸，那就不要了。It goes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gain. 我们已经吃了一个非常丰富。
丰盛的一餐。我觉得运动完吃东西都超级幸福的。可是会不会运动完把这些吃完热量又回去了？不会啦，我们今天骑得这么辛苦。那我想要问一下阿贤，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骑？骑车我比较有固定骑是这4-5年比较固定，所以我们今天骑的路线是你平常也很常骑。嗯，有风盖嘴很轻松，过去我都会骑风中剑呢，很轻松。哎，你骑过五岭吗？骑过一次。那有啊，第二次。我后面都牵车。那就下一次不落地。五岭你有不落地吗？五岭在落地啊，但没有牵动。那很强啊，我到过昆阳的时候全部都用牵的，过昆阳真的好吸呼吸不到空气。我明年的目标是这样，一场跑一场铁山，然后再跑一场六大马之一的全马。哇哦，要做得到啊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还是需要一点点赛事动力才能够对啊突破一些东西。所以我从你的影片里面看到一日双港，我就也想要开始骑一日双港了吗？很赞哦，那个路线很硬啊。不会啦，你很久没有上五岭了吗？怀念一下，怀念一下，而且五岭牌楼现在应该也快修好了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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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看他一下。然后带着你的好伙伴跑个全马，然后那个你跑全马的时候记得揪教练，教练一起啊，教练也要一起跑全马。期待你接下来去骑双港。双港跟山铁，哦呦呦呦呦，五岭的话，双港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那我们再邀，我们不要再听他犹豫了。谢谢，就是加油。你看我哪招？出来结尾了。今天的话呢，其实是一个算公益约起的活动，然后它也是一个蛮特别，就是我听完以后觉得，原来有一个台北市单车运动协会，他帮小选手们募款拉赞助，然后再做一个捐赠的动作。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培养选手上是蛮好的一个资源。我觉得比赛真的蛮吃装备的，然后通常那些东西又蛮贵的，确实是需要金钱去支援。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容易忽略，就是其实一个出去他的花费是很高。是真的，对呀，因为其实单车运动是团体赛，没错。那其实吃啊住啊这些都是费用啦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这个协会有在做这件事情，我就觉得蛮值得来参与，然后蛮值得来听的。对，今天就很开心能够跟议员阿贤，然后跟歌手夏木，然后一起来骑这个公益约骑的活动，然后跟这些小朋友们聊聊。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说，因为有一个爸爸嘛，然后带着他的小孩子出来，小朋友有想要说国中的时候想要继续再往单车这块发展，就看着他们父子这样子一起骑车，我觉得蛮感人的。嗯，你为什么当初也会这么支持你孩子去做？其实我觉得第一个他不要是坏事，嗯，那他对他有高度兴趣，嗯，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支持他。嗯，而且你们家大只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啊？他从国中才开始练。从国中开始练，而且他蛮晚练的，他到快国三才开始练。那他也是真的很有天分的。他其实没有天分，说实在的，他很努力，他非常努力。哦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就是陪着他，也是到处骑。对。所以多多尝试，我觉得不是坏事。当然就是就像你说的，他只要不是往坏的方向去走，不妨就是多让他尝试，或者甚至去陪伴他，都是一个蛮好的教育。我觉得这也是从大家身上学来的啦。对啊，那给大家参考我今天所看到的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，然后也可以多多的去追踪跟支持这些单车小选手们。没错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